就地取材，就只有这些了。你挺厉害啊，我以为上次在朵朵家那已经是你的巅峰了。哼，精彩的永远要留到最后。无事献殷勤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求我呀？你是能让我图财还是图色呀？哪个都不行。可以，你吃这个。这好吃，但我只能给你99分。为什么？剩下的那一份呢？怕你骄傲。你怎么不吃？我不急，你慢慢吃。你吃完，我有个事儿要跟你说。什么事儿？你现在说呗。你先吃吧。哎，没什么大事儿，就是，这应该是我给你上的最后一节数学课了。为什么？其实你数学成绩挺好的，不需要我这个数学老师了，我也不能再继续舔着脸赚你家这个钱了。哎，哦，文件忘拿了。哎，这是你们点的外卖呀？啊，阿姨，这是，我刚刚有点低血糖，然后外卖又要很久，我就叫蒋老师给我做了点。啊。对，呀，那辛苦蒋老师了。没关系，那你们赶快吃吧，吃完学习啊，麻烦了蒋老师。那我先走了。阿姨慢走。哎，好嘞。赶紧吃，吃完学习。你为什么不叫了呀？哎呀，不是说了吗？快吃吧，快吃吧。你不吃，我吃了。我吃啦。蒋日涵，这真的是你给我上的最后一堂课吗？是吗？我真的没有什么可以教你的了。第一名。谁说没有啊？我现在就有一道题不会，你不能走，你必须得教我。你可以会的。我真的不会。你把本子还给我。你以为我愿意来这个鬼地方吗？我还不是为了你。你不是答应我一起考京大的吗？我们还拉过钩的。你忘了吗？你快回去吧，小尾巴，会着凉的。